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现在马上过年了，我们人要过年，所以小狗呢也要过年的。今天杀了一个鸡，过来给小狗过个肥年，走。因为三只小狗老是打架，所以就把它们分开了，两个在那边，一个在这里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抓过去跟它们三兄妹然后团圆，然后再一起吃鸡。你看他们三个已经很久没团圆了，多欢喜。哎呀，团圆啦。哎呀，哎，不要打架，一放进去就打架。过来过来，吃年夜饭了啊。来，有猪肉有鸡。哎呀，吃吧。乖，不要打架，不打架以后你们三个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，就是因为打架所以才把你们分开的，不能抢哦。